那玩什么呀？要不咱们划船去？好，是不是在那边？是不是？嗯。安叶，丁杰。机长，飞机检查完毕，可以起飞，请指示。文军，是。组长，情报好，走。你离婚了？嘘，女儿不知道，她马上面临小升初了。我和她爸爸约好，等她上了初中再告诉她。你们俩谁跟谁离的呀？表面上看是我要跟他离，他有外遇，实际上是他要跟我离。他那外遇是我们感情不和的结果，不是原因。什么是原因？他嫌我不顾家，说我是官迷，没有女人味儿等等吧。更深一层的原因是自己没本事，又不甘心当我的家属。刚开始我很难过，后来我也想开了，甘蔗哪有两头甜吗？对，一头甜就行，可千万别两头都不甜。你怎么了？我就是那个两头都不甜的。你和鹏飞怎么了？我没跟你说过吗？你又从来没有告诉过我。就算我不说，你应该能想象得到，以他的职业和他的位置，如果他不全力以赴的话，他能做到今天这个高度吗？那矛盾了？其实矛盾一直都有，只不过刚结婚的时候没生孩子，什么都好办。等一有了孩子，当我的生活和工作发生冲突的时候，他就只考虑他自己，完全不考虑我的感受。你要说什么？丁杰，鹏飞真的没有告诉你啊？没有啊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为我请了一天假，在报社门口等了齐总一天。有点傻是不是？替他想想也没有别的办法，门卫不让进，我的手机又关机，要不是那天他穿着军装，门卫早就把他轰走了。要是真轰出去倒好，省得等一天了。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好像还跟他吵了一架，原因我忘了，反正就是嫌他不关心我。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都没说吗？只字未提。怕伤害你，宁可委屈自己。看来这天底下还是有好男人的。给他打电话说什么？心情怎么说？我的意见是不说。既然他不说，他没帮到你，心里肯定不好受。我之所以告诉你，是不想你冤枉他。更进一步的说，我还要告诉你，你生活的甘蔗有一头是甜的。副队长，踩右舵修正。我踩了。
使不上劲儿，腿疼。喂，鹏飞在吗？鹏队长出任务还没回来。哦。上次的飞船模拟舱的控制成功，我们收到了空军的通报表扬。下个月，我们将参加首都的防空联合战役演习。这次演习是针对未来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特点，如何保卫首都空中安全的研究性演习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注意修正。管粮管明白。采左舵修正。马林，你来吧，我腿疼，使不上劲儿。彭副团长，你的腿怎么了？总是疼。不知道，打篮球扭了。俩腿都扭了。哎，哥。撑着了，突然，要不去看看？不用不用，我去歇一会儿。团长，政委。哦，彭副团长，这次首都防空联合战役演习，你就不要去了吧？好，可以，我留在家里值班。不是，政委的意思是说，你的这个关节痛。应该早点去医院彻底的查一查了。算了吧，等演习完再说。不能再等了，团里有我呢。是。结果出来了，怎么回事？得的什么病？